我叫老母，因为嘛，即系70、5岁，今年，但系呢，即系冇鱼咯，又钱囊做工，做到20几年，情况。佢啊，好细年嘅老鱼，嗰阵十几岁开始老鱼啦。系，一路头老母嚟做喎，一做咗过一路做到香港，1961年啊，1963年就落大陆嗰度老鱼，一个63年，即系落到而家老母都老啊，钱囊做一艇仔，即系车人。 结果呢，人呢后生嘅过嚟香港揾食，结果，下一代呢仔啊，小朋友唔做唔老嘢啦，亦都唔做啊，即系成街做咁咯。朝头早是7:00啊，或者6:00都开，你一听就系嘅。晚头收工啊，8点或者8:00，翻而家唔发牌咪之后咪退休咯，休息唔做噶啦，嘅发牌啊照做咯。 都等于好开心，诶，做啲工程啊，啲人有时倾偈啊，车呢人有时讲啊，聊咁咪开心咪得咯。都等有兴趣下噶，又有时收，又开心咪得咯。就而家车人嚟同你倾下偈咁，好简单，好舒等于好舒服嘅。受工大年纪又唔使用力量，拉嗰部车，有时用力。 唔做呢，坐定啊冇乜用嘅，坐定啊身体更加唔好啊，因为年纪大。平时唔做嘅人，多数喺度车人啦，车客啦，工人啦，车开车埋咁啊，有时过下湾仔嗰边，有时啊开下船咁啊。 应该冇为新车牌发嘅啦，亦都嗰啲后生亦都猛做喎，唔系搵好多钱，但亦都唔使发牌。嗰啲上咗年纪呢，又有啲唔靓做，又有，即系咁。即系好似啊，年纪大啊，做有时都等于好麻烦咁咯。即系我哋好闲啊，我哋又等好轻松咁，就好舒服。同啲人做间就又有钱啊，又工程做咁，又有娱乐，咁咪开心咯。